Hello， 大家好，我叫大兴，是分享旧事旧物旧情怀的大兴。然后今天的话就分享一下我要收拾这个店铺的一个小角落，因为刚好是明天有人过来租场地要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提前把它给稍微整一整。来过来，第一，然后再介绍一下这个小成员，是我的喵喵，它叫铁柱。然后的话，它现在是已经有 BB 了。为什么叫铁柱呢？这个好像说来也话长，下次来说吧。然后就是我收拾的过程中的话，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有一些我收拾来的东西是怎么一个来源，然后是有什么一些故事。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我是租了有大概大半年吧，但是我做旧物的话，收集旧物的话，也有差不多6年时间。这个是后面搬过来的一个地方而已，后面搬过来的地方，就是这边就是一直以一个状态，就是，在整洁与混乱的状态中反复横跳。就是说我现在花了很长时间去收拾，然后的话要是收了一些新的东西回来的话，它又变成乱的状态了，所以它就是一直这样来回的，要么乱要么就是整洁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花了挺多时间的。然后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又要开始去收拾了。好，那我们看看这次收拾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说还有其他东西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Hello，这边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区域，因为它里面的话是有很多我收集来的一些 CD 磁带，还有我的一些小家电。好，这个的话 CD 的话我就各种渠道去收嘛，就包括去天光墟啊，还有就是拆迁楼，还有就是朋友送的或者是一些网友送的，也包括自己去书店去淘的。这些碟的话主要还是一些港乐、台乐，还有就是国语一些经典，就比较少那些国外的，因为有一些就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记忆问题吧，就是对我没有产生有多大的共鸣，所以我就没有去收这种。然后这台的话是一个朋友送的，这台 CD 跟音响是一个朋友送的，就已经一直用到现在吧，虽然说它是有点普通，但是的话它的音质啥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是两个音响的话，就是一个村友他整理房子，然后就是不要的，我就把它扛回来的。然后 CD 的话其实就是除了这边有一些，然后这里这个架子上面这里也有一些，这些的话也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吧。就甚至还有我看一下，有一个很牛逼的，这有一套东西的，就是这一套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绝的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村友他那拆老房子，然后的话我去把它给收回来的。那我去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性爱宝典。对，就是这刚好就是有5张，它就是一套的，好像是它是有分不是都是快感片，它只是可能分集数的吧。对，然后看一下序言啊，这里有一些目录，就比如说男性的爱抚方法，还有女性的爱抚方法之类的，还有这种什么夫妻抚摸的艺术，警惕性的疼痛。就说这一套片的话是那个 DVD， 但是我是没有机器去放，就只能说放在这里先摆一摆。就我觉得这种话还是挺前卫的吧，就以前会有这种碟出来给人家看，因为现在性教育什么的好像感觉现在也不怎么注重一样，成人教育系列片。就除了这些片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碟类的东西的。这边的话就是有一台大的那个磁带机，但是它现在坏掉了，它按下去之后它弹不起来，所以我觉得挺尴尬的，也没得听。但它这个造型嘛就很好看，它是夏普的 GF777 那个型号，
这款的话好像是在以前的话要去到应该也要好几千块钱，想当年好几千块钱在那个年代的话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数了。嗯，对，上面这个的话是一个，这个跟这下面这个都是一个监视器来的，就是它还是可以用的，只是说我没有把它给用起来。嗯，然后这些磁带也是因为也是为了放磁带机嘛，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去拼命的收这种磁带，到后面这部机器坏掉之后我就比较少去收，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听。磁带这个东西的话我是接触比较少，就是小时候可能有看过我哥哥啊，或者是说一些比我年长一点的兄弟姐妹有听过，但是我自己的话很后面接触比较多的话是一个 CD 会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录像带。我看录像带这个东西的话是我这里有录像带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我很小，因为有记忆来的话，我就看到我爸有那个有去看过这些。我当时我记得印象，我还把它给抽出来当做玩具来玩。就是它这条磁带的话，它是比较大条的嘛，就比录音机的那种磁带的话，就是大概应该大个三四条之类的吧，三四条之那样的大小尺寸，而这个的话也是挺有意思的。但现在的话也是没有机器放了。然后这旁边这一个的话也是一个，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磁录像带的倒带器来的，它是电动的，它是可以那个前进啊跟后退啊，这就是一个倒带机来的。嗯，因为我喜欢这种的话是因为音响类或者是说视听类的话是有偏比较大的一个娱乐化的作用，而且的话它是会增加这个店铺的一个氛围，所以说就会我会特别去收集。再说它本身就比如说一些 CD 或是一些黑胶，它本身那个封面的话其实是设计的很好看的，就是他们是有专门去做一个设计的。就有些音乐也很好听，就很经典。再说现在是用那个各种软件去听的话，很多都是要会员，但是我等等猜一猜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这是放磁带。对，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是放磁带用的，然后这个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么放，它就是这么插进来，然后就放一个磁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怎么好用，因为它旋转的时候它不会转动，所以你得要整个这样旋转，所以就不怎么好。然后这个这是我的小球这样。这是一种奇怪的小球，就是锻炼你的反应力的。还有这个，这个的话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棒子。我为什么会放在这边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它可以拿它来按摩。哇，这还挺重手的，它是一个木头，应该是一种根茎类的东西。哎呦，然后有一个就是。它会做成自己的蛇的形状，但是我后面我只是说它这个东西，然后的话就是感觉没啥东西，好吧，我只能收拾。